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nnie， 今天我又在丹灘啦。今天就約了一個網友出來見面，我有點緊張。即如果好像以前那些呢，你不知道，即你未見過他啦，其實你約了他出來之後你很難認得他。以前不是有那些什麼暗號啊，說哦，如果你見到有個國馬老師，即以前有些就是說我去到那裡我會拿著一支玫瑰花這樣，你就會認得那個人是誰啦。但是呢現在就好一點，因為其實我們都可以 send 自己張照片給對方看，我們就可以知道對方是誰，到時呢就會認得了嘛。所以其實呢應該我現在這個情況比起以前的人來說應該是好很多的，但是都有一點緊張，因為未見過他。他是一個在香港的朋友啦，我們先前一路呢都是我見到他了，我們先前一路都在 Instagram 那裡聊天啦，我就約了他來這間餐廳那裡吃個 brunch， 那我們待會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現在在 Pacific Center 的 food court， 剛才就跟了我的網友，都已經不是網友了，跟我的朋友呢就吃個 brunch 啦。我們原本呢就想去一間叫做Mediana， 人家是讀 Medina， 咁但係嗰度就冇位啦，要等成個半鐘咁樣啦。跟住之後我哋就冇等啦，我哋就去咗另外一間叫做 La Petite， 咁我哋就食咗個 Benny 啦，同埋食咗一個甜嘅 waffle。咁嗰間係食 waffle 食 breakfast 嘅，咁都幾好食啊，同埋幾多人排隊嘅。基本上我哋入去啦。keep 住有人排隊，我哋都要排一陣嘅。我諗我哋排咗差唔多20分鐘到半個鐘度，可能都冇半個鐘咁多。咁跟住嗌完嘢食就有位坐低，跟住就食嗰個嘅 breakfast 啦。咁但係我哋傾咗好耐偈啦，有少少一見如故嘅感覺，所以好開心今日可以同佢一齊見面啦。咁之後咧，而家就嚟到 Pacific Center 嗰度等我嘅朋友啦，跟我哋去食 Nana Green Tea。呢家其實已經係想食好耐噶啦，但係一路咧都冇機會去啦。今日就終於有時間咧，咁就可以同我朋友一齊去啦。而家咧我就喺呢度等我朋友先，因為咧我同我朋友嘅手機咧都冇電，所以咧我哋要喺呢度咧就揾個地方插電啦。插電完之後咧，我哋先出發。而家新增咗喺商場裏面咧都有插電櫃啦，咁你就可以將你個手機擺入去嗰個櫃裏面啦，之後就插電，咁跟住插到咁上下。大概你可能一路行商場啦，咁你就一路插電啦，插到咁上下你就去攞翻咧你部手機，咁所以都幾方便嘅，我覺得。如果大家嚟呢度旅行或者係你嚟呢度行街嘅時候，手機冇電都可以咁樣做咯。咁我而家就等緊我嘅朋友，咁等佢嚟到呢度之後，我就帶大家去睇嗰個插電櫃。我都冇電啦，得翻36%啊！而家先係晏晝嘅1:51，點生存啊？我哋嗌咗呢個 matcha roll cake， 冇錯，佢中間嗰啲嚟啊，又係佢哋唱嘅。哦，好大輸啦，好食。這個是什麼樣子？ Oh my god， 等一下，我應該怎麼下手，我不知道怎麼下手，自己用這個來吃的。哇，撩了這麼久，是有蛋糕啊。哇，撩了這麼久，撩不到。你吃不吃紅豆啊？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
你黐住咗個木凳。快啲！放你！你要吃個雪糕，個雪糕正。你係咪擺低呢個？個雪糕好好味啊！佢個雪糕正，好食。你快試呢個睇下，係咪同日本嗰個一樣？一樣。超正。要浸埋個雪糕落去。呢個好味啲，日本嗰個好味啲啊！我喺日本飲嘅時候咧，係夏天，所以你可想而知呢杯嘢咧係有幾咁涼份。哦。咁咧你就覺得係完全冇嘢可以比得上，但我覺得其實佢係一樣。剛才呢就去了 Nana Screen Tea 啦，吃完了之後呢我就在這裡走了一陣，其實這裡都很多東西走。去 Nana Screen Tea 之前呢，我們就去了叉電啦，叉電的時候呢我們就走了 Topshop， Topshop 呢剛好就減價，所以呢我們就買了一些衣服啦。之後剛才朋友走了之後呢，我又在這條街道走了一陣啦，就入了其中一間的 Figure 的賣 Figure 的店啦。哇，啲 figure 好型啊，好想買，但係我最後都冇買到，咁就買咗幾個 3D 嘅 puzzle。我就買咗一個小鹿斑比，跟住咧一個係唐老鴨，另外一個就係我最愛嘅 Cinderella。Cinderella 減價，哈哈。同埋仲有一個好得意噶，咁咧佢就係一本書咁樣啦，跟住裡面有一個Marvel 的公仔，我的戰利品就到這裡，還有我今天的 vlog 就來到這裡了，希望你都會喜歡，今天去了很多地方，吃了很多東西，希望大家都會喜歡，還有希望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 We were so beautiful We were so tragic No other magic Could ever compareMyself 17